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转安文乐团的团长日本。今天我很幸运的收到了玛雅音乐所寄来的万圣节限量变色杯，哦，全台湾只有三个哦，我就是拿到了其中一个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杯子的外观。我们可以先很清楚的看到它的外观呢，外层是非常均匀分布的黑色。此外呢，现在是没有装水的状态，那我们待会即将测试它装水后会显示图案的这个特色。那我接着要去装水了，来。好，我现在已经准备了一锅热水，刚刚煮沸的热水要装入我们的变色杯里面，那待会大家就一起见证奇迹的变化。好，现在将热水慢慢的给大家看了，上面还有一堆冒黑、冒着白烟的，真的是很热的热水。好，我现在慢慢把它装入，小心小心的装。好，已经装进去了。我们待会看它会不会有变化。哎呦，马上就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颜色马上就变了。我慢慢把它转换。哦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次的表演乐团 Halloween 的图案已经出现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侧边全部都变成了白色，哎，哇，真的是太酷了。我们看一下底层，哦，底层也变成了白色。那之前我其实已经有测试过一次了，那我们只要将水给它倒掉的话，过一回冷却之后，它马上又变回原本的黑色。哦，真的是非常记得纪念的礼物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完整的图案已经出来了。这次巡回的主题，下礼拜即将会在台湾展出的主题是 Straight Out of Hell， 冲出地狱门。这是万圣节最近所发行的新专辑。那我当天也会跟几位朋友一起去观看这场演唱会。那希望各位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，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各位，拜拜。